不行了，再来一次。你是医学院毕业的不？上学都干什么了？光顾逃课了是不是？再来一次。今天你要扎多少血管啊？就一直扎。你是不是以为我真去死了？你扎多少下来扎不好？你太厉害了，睡了八年的植物人被你扎醒了。这有钱可真的好，想买啥就买啥。可惜了，我这没有钱。你说有啥方法能让我月入百万呢？我有方法。啥方法？你往银行里边存6000万，一年的利息就有100万。那我有6000万，我还问你呗？那挣6000万的方法我也有啊。啥方法啊？你往银行里边存40亿，一年的利息。滚！